看完之后，我相信你也没有什么心情吃饭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看来就知道了。行，没事，先消消气吧。这个雪姬，这真是太过分了，这是啊，这至于吗？这个，啊，雪玲，要不然？ 咱们回去吧，啊！你看这里不欢迎咱们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咱离开了他，咱就不生活了吗？啊！不能走，要走了，咱们也得把话说清楚。我相信，这绝对不是我儿子的本意，肯定又是那个王小庆一定是王小庆指使的。不，我可没有心情跟你们搅和在一起。什么叫你没有心情和我们搅和在一起？ 当初就是你跟他们合着伙来骗我的啊！现在儿子下战书了，你要一走了之，对吗？啊！我薛林绝对不会当逃兵的。小东，哎，我今儿不去公司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陪小青参加那发布会啊。那你们定一下，好嘞。哎哎哎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紧张吗？ 有点儿啊，这不大事面了，紧张什么？哎，给爸妈打一电话，这么重要的场面。嗯，对啊。哎，喂，杏儿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我动漫作品发布会的日子，你要是有空就过来看吧。是吗？ 哎呀，大喜事儿，我当然得去。你妈，我盛装出席啊！行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再见。哎，哎呀，哈哈哈。喂，什么事儿啊？喂，王鑫。 杏儿，今天有个动漫作品发布会，你去不去啊？哎呀，我自己有腿，我自己去，你就别操心了啊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行，那咱俩一会儿会场见。正好呢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嗯。喂，谢老师，恭喜您。恭喜我。 您儿媳妇王小杏的动漫作品啊，今天要开发布会，她可真厉害！发布会？怎么，您不知道吗？那网站啊、报纸啊什么的可都登了呀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我记得上次在这种情况下给你补妆的时候，当时我们还在拼命的画插画，想办画展、办工作室。 当时你还没有认识丁大哥，还没有结婚呢。现在你都已经成为动漫设计师了，以为人妻了，你真是越来越优秀了。我没想到就那么跌跌撞撞走过来了，有今天还是因为你们在身边陪着我。婷婷，谢谢你那么多年来一直对我的照顾、包容、支持我。 不过，我真觉得你应该感谢的是丁大哥，他是你的幸运星。嗯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您对你现在的作品有什么预想吗？嗯，我希望大家观众喜欢就好了。那您的作品是否源于生活呢？我这次的作品都来源于我的生活，但是也高于我的生活。啊，您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感到辛苦吗？嗯，只要快乐就不辛苦。
真好，呵，真的，哪儿都有你，阴魂不散。 小杏这么重大的日子，我当然要来。来祝贺一下。如果真的是来祝贺小杏的话，那我替我老婆谢谢你。你当然要谢谢我了。我不但来祝贺她，我还想要祝贺你。啊，为了自己的爱情，再次跟父母翻脸，这是你的作风。不过李爱卿，我觉得吧，你的好运气马上就要用完了，真的。 小杏啊，越来越漂亮了，不错。大家好，请安静一下。首先呢，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，不仅能够欣赏到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之外，同时还能见到美丽又大方的王小杏女士。 王小杏女士呢，虽然因为种种误会爆红于网络，但是她的才华却惊为天人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王小杏女士登场。首先谢谢大家的到来，此时呢，我心情非常激动。 该作品呢是我近几年来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，因为这一次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。该作品讲述了一个会魔法的女王爱上了一个普通男子的故事，所以从人物造型方面呢，我运用了很多浪漫主义的风格，从视觉上呢也有很多炫酷奇观的场面，所以对此作品呢我非常的有信心，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 王小姐，您是浪漫主义的人吗？我想应该是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您个私人问题。到底是今天只谈工作，不谈个人问题。为什么不谈私人话题？羞于启齿吗？你干嘛呀你？他怎么来了？妈！耶！给我回去！ 儿子，走！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太过分了！记者同志们，来，我跟你们爆料一下，这个王小杏呢，她就是一个骗子，她骗了我儿子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们爆料一下，她骗了我儿子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必须当着所有的人给我闺女道歉！ 我说学习他吗？你怎么出手就伤人呢？打孩子啊！雪莉啊，你怎么分青红皂白就随便打人呢？亲家公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赔什么礼啊？打人的又不是你，是他。好了，让他道歉。好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行了吧？你可以去告我，到公安局去告我，让他们把我抓起来，我认罪伏法。但是咱们说说你们家的王小杏啊。 他是怎么欺骗我儿子的？怎么让我这个家庭支离破碎的？你们一家人太丑陋了，你才丑陋呢！我们家闺女为了你们二位啊，是尽心尽力啊！你倒好，你反倒过来当着这么多人污蔑她，你眼瞎呀你？你看不出来呀你？看看看看，原形毕露了吧？你才原形毕露了！就说呢。 遗传基因很重要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对不对？你，敬爱的大教授，陈丽娜再怎么样，她也比李强。行了，她不会亲手打自己的孩子，那都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雪琳的出手打人是不对，可是你们在我们这儿吵，能吵出什么结果来啊？走了，雪琳，回家。别走，给我回去道歉，别走，太过分了。走，看小杏。 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是啊。
小杏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啊？啊，看着脸都红了都。你看看，把脸都给打红了。对不起，雪姐，我希望你能充分的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。我们家小杏怎么了？姓氏有千错万错，你也不应该抬手就打呀。何况我们家小杏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也没有错呀。对，是我的责任，对不起吧，对不起。我们是没文化，没钱，但是我们怀里有尊严，得有自尊。 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婚。没错，说的太对了，你妈太过分了，是要欺负人，知道吗？我跟她没完。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。过分，爸妈，你们别为难学习了。没有，爸妈说的对。别说话，能不能出去让我冷静冷静？闺女，杏儿，把你的书留在这儿，出去吧，让小静姐冷静冷静啊。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，跟你妈没完啊！ 太过分了，对不起。没有没有，他们说的对，是我的事，是我的问题。我已经给我爸妈写了一份告知书，然后跟他们断绝关系了。 我最后再重申一遍，如果你无法接受王小杏的话，没问题，我们以后可以不用再来往了，就跟原来一样，我逢年过节给你们打个电话，安顿一下就够了。你这么做刚好成了王小杏的心愿。我愿意。雪琪啊，你待会儿去把王小杏和她父母都请来，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。